林书记说，必须轮休。可俺们就是觉得还可以再干干。对呀，小黄姐，咱能不走吗？其实作为队长，我也不想走。那你再给俺们想想法子啊。对呀。 小梅，让姐妹们集合。好。林书记，林书记，喊啥？声大就有理啊。林书记，怎么了？林书记啊，水生这纪律，俺是管不了了。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慢慢说呀。别的队民工不想回去，俺做做思想工作，大家都同意了。就水生，跟这帮人。 那是油盐不进，死活不走。怎么回事？水生，民工下山轮换休整，是我们指挥部的决定啊。这个俺知道。林书记，俺就是想问一句，能特殊不？<笑>你觉得呢？能特殊吗？想什么呢你？林书记，俺们也要留下来。秀芳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俺没凑热闹，这是正事儿。 不行不行，赶紧回去！你们都回去啊！啥？回去啊？凭啥啊？俺才不回去呢！水生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大伙儿都干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就是个牛，他也得歇歇，他也有累的时候，是不是？都回吧，回吧。对呀，这人总绷着劲儿，那肯定累趴下了啊！水生，俺看你还有啥话说？林书记，那俺再问一句，你们都回去休整不？ 指挥部的人不能回去休整，这不就结了？都是人，凭啥你们连着干？俺们突击队就不行？水生，我跟你说，我跟林书记都是当兵出身，这休区啊就和带兵打仗一样，这士兵可以休整，这指挥所是不能休息的。俺不管啥休息不休息的，林书记，反正俺们青年突击队得留下来接着干，盼水、大海、吴技术员。 他们可都在天上看着呢。是林书记，俺们要接着干。对啊，林书记，修不成红旗渠，俺就不回家。林书记，俺们对这儿都有感情了，您就答应吧。是，俺也不走。俺娘说了，张河水引不到俺家门前，俺娘就不让俺回去见俺娘了。你也不走啊？啊，水生，你把他留这儿，这是喝完你这小子，凑什么热闹？林书记，喝完，俺想让他留下来，俺答应过他爹了。 林书记，其实俺想让青年突击队留下来，那是为了确保工程质量，减少工地上的事故，不是？俺们青年突击队开山放炮打隧洞，那个个都是有经验的老手，那再上来一批新民工，那咋着都是手生是吧？你再说了，有需要的时候，俺随便抽几个人过去教教他们，老手也总比新手强。 林书记，听水生这么一说，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啊。林书记，其实，俺实话跟您说吧，红旗渠二期工程，俺已经派人上山占了狼牙山隧洞几块地盘了。小子行啊你！林书记，我看啊，就让青年突击队留下来，他们有施工经验。狼牙山隧洞600多米长，让他们干。 肯定行。林书记，俺们铁路工匠队不比他们差，俺们也要留下来。林书记，要不就让他们留下来吧。好，水生，我跟你说啊，说定了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谢谢林书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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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收拾东西，走，谢谢林书记。走，谢谢林书记。走，咱们进去吧。乱七八糟。 水深同志，到底什么秘密啊？你说不说啊？再不说的话，我可真的要走了。俺的秘密就是，俺不走了，因为红旗渠离不开青年突击队。好啊，水深同志，你竟然踩高速，你长本事了你。 不是怕你也抢着留下来吗？你不希望我留下来吗？
一平顺人，老来回跑工地干啥？怪累的。我想留下来就留下来，我想走就走，你管不着。这最近下了一场大雨，这旱情得到了缓解。哎，上气向好，群众们呢又连名带叶的往这地里送粪。嗯，今年全县70多万亩的耕地全受下雨。这冬天要能再下几场雪，明年夏粮丰收啊是没问题。是啊，只要这秋种啊跟上了，明年呢粮食就接上茬了。农机局的这粮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粮食是没有后顾之忧了，但资金问题还悬着呢。农机局到了临县境内。赔偿山西方面的事儿是不是得考虑啊？这个事儿考虑的是不是早了点儿？你说咱们紧紧巴巴的啊，攥紧了这个指头缝，咱省着用这300万，也就能支撑到二期工程完工吧？你说现在就赔偿了山西方面，咱红旗渠以后用钱那怎么办？也是啊，也不知道红旗渠申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，中央部委批准了没有？哎，这事儿啊，回去商量啊。咱们的红旗渠项目啊，已经报给中央部委了。我估摸着啊，最晚明年开春，这个就能批复下来。所以说呢，山西方面的赔款问题呢，咱们先拖一拖，等项目批下来以后，再把钱给人家。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手里这点钱啊，咱们攥住了，全都用在工程上面啊。嗯，好。嗯，宝林。根据一期工程情况，红旗渠二期工程河口到木家庄这一段，虽然渠线比一期短，但狼牙山隧洞是块难啃的骨头。我看二期工程要全部完工，少说也得1年的时间。一年的时间？对，这么长吗？林书记，省里方书记电话。啊，我接个电话。那个，喂，老首长，我是林杰。林杰同志。红旗渠二期工程，你们开始动工了吧？已经开始动工了，群众修渠的热情啊，非常的高涨。老首长，红旗渠申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有消息了吗？林杰同志啊，这个电话，我本打算晚几天再打给你们。那是不是红旗渠没批呀？林杰同志。国家部委、水利电力部领导对红旗渠都是很支持的。目前的状况你们也是知道的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，红旗渠项目的申报不巧啊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老首长。林杰啊，不要灰心，虽然红旗渠的申报材料相关部委暂时没有讨论，但赵副部长让我转告你，他还要争取中南局给你们一些支持。好，您替我谢谢赵副部长。困难是暂时的，相信有党的坚定领导，新中国不会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压倒。只要我们度过了这一段艰难困苦的时期，相信新中国一定会掀起社会主义的新的高潮。老首长，您就放心吧，就算再难，临县人斩断临县缺水这个历史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，而且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依靠群众的力量，团结一心，发扬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精神，我们重新安排临县的山河，这个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，一定会达到。我等你好消息。哟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红旗渠申报上面没有批复？是，哎呀，说是再等等啊。为啥？这国家现在经济困难呗。那说要等到啥时候了吗？我就知道会是这样，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哪有钱修渠啊？嗯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是一个个的垂头丧气的。哎，
是不是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？啊，当初咱们决定引张入林的时候，省委纪委已经说了不给咱们一分钱支持，咱不也照样干了吗？对吧？大不了咱们回到原点，这国家又没管咱们要钱，对不对？老林啊，不是我说泄气话，这眼看着前面就见亮了，这哭蹬一脚又掉井里了。老孙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成了当然好啊，不成咱们就还自力更生呗。对呀、啊，也是这个理儿啊。以前上级没支持，咱们自己干，现在上级还是不支持，咱们继续自己干，就一个字儿干。行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啊，山西的赔款咱们先拖一拖，好吧？散会啊，这个明天咱们去狼牙山，去看看工地的情况，好吧？好，嗯，散会。好。这张图上有几个点，我还没有完整的思路。但是，孙总指挥啊，狼牙山隧洞是红旗渠几个最关键的地方之一。如果把红旗渠比成一个人的话，这条隧洞就是人的嗓子眼儿啊。小吴还在的时候，最担心的也是这条隧洞。我记得他当时还画了一张隧洞剖面图。在哪儿呢？赶快拿来我看看。陆老师，在你这儿呢。念祖考虑的周到啊，600多米长的隧洞，两头同步掘进的话，如果出现偏差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有了这张图，我们施工的时候心里就更有数了。哎，奇怪，我上次看这张图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辅助线。是俺家的。许莲呐，你做得好啊，要是念祖能看到的话，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老师长，这狼牙山隧洞这个工程要求比较高，取地落差一定不能出一点差错。放心吧，孙副县长，俺会操心的。技术股这次也会派人跟踪，随时测量。乔云同志这个说的非常的有道理。这个取水工程20公里，咱们用了8个月时间。狼牙山工程短一些，我觉得应该能提前，也算是一种胜利吧。哎，孙总指挥，这条隧洞600多米呢，我估摸着可能要拖狼牙山工程的后腿啊。今年这坎儿怎么就过不完了呢？一个接一个的，老百姓说去投亲靠友，那不就是逃荒吗？高书记，这事儿得马上向省委做汇报。好，我明天去趟省委，请求省委尽量想办法帮我们调拨一批救济物资，救救急。还有临县那边，红旗渠必须得马上停工，否则临县早晚也得走到这一步。好，那给林杰同志打电话吧。好。高书记、于副书记，省委通知你们马上去省里，下午3点开紧急会议，传达中央指示。这么急？没说什么内容？没说。老于，没时间了，咱们走吧。走。哎。来，全都停下，把钢线给我。这就你们干的活，全都返工。同志们，咱们修这个红旗渠啊，不光要解决咱们临县缺水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要给子孙后代造福啊。就这种工程质量，以后通了水，时间长了，肯定会跑冒滴漏啊。叶书记，俺们一直想着早点把红旗渠修出来，把漳河水引到我们临县。是。我理解，但是工程质量一定要保证啊！返工吧，啊！
辛苦。好，人都很多啊，同志们，打工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些民工呢，为了赶这个进度，他们不保质保量，这种问题啊，在取手工程的时候也出现过。老罗，要跟各公社干部说清楚，谁出了问题，以后大会上要严厉批评。哎呀，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，取手工程通水成功，群众们看到了漳河水流到临县的希望，民工啊难免产生急于求成的情绪。是，这个我理解，但是保证工程质量是个大问题，咱们怎么解决呀？哎，老林，咱们取手工程那个办法就不错了。哪段渠线，哪个工社修的，立碑为证。对，把负责人的名字刻上去，谁出了问题就找谁。行，那既然这个办法管用，咱们呀就把这个立成一个规矩啊，咱们工程质量就能够保证了。嗯，走。我是李明阳，前秘书长。什么？明天上午赶到地委？钱秘书长，啥会呀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明天保证不耽误。好，小周，哎，叫崔师傅来县委出趟车，去工地接林书记。好。你看看，看这个水根啊。老许，啊，明天我跟林书记去地委开个会，这边你盯一下啊。啥事儿啊？这么急？肯定是说红旗渠停工的事。别瞎猜了，其他干部都参加，传达中央通知。哦，那行，我知道了。葛大年，听说你们县有几个村老百姓要逃荒。哎呀，家里断粮，总得让老百姓有条路走吧。老林，绵阳，你们到底藏了多少粮啊？咋全国都成这样了？你们还能挖去？少惦记我们啊，管好自己。也就是你，换别人，我早就去打土豪分田地了。别瞎说啊！同志们，高书记和于副书记昨天在省里面开会呀，连夜赶回来。现在，高书记向大家传达中央紧急通知。同志们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当前的形势和去年那场灾害，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，全国陷入了粮食短缺的严重困境。鉴于这种情况，中央决定实行全国百日休整，各种基本建设项目一律下马，全力以赴保人保畜。同志们，困难是暂时的，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，中国人民是不会被困难压垮的。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困难，中央百日休整的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执行。林军同志，红旗渠二期工程进展到哪一步了？那个，这河口到穆家庄一带已经全面开工了。停下吧，民工全部回家休整。高书记，这个中央的指示啊，我们非常理解。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啊，我们不要找任何理由，红旗渠必须停工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高书记，放心吧。回去我安排一下工作，红旗渠呢可以暂时停工。同志们都知道了啊，中央现在要求呢百日休整，全国所有的大型基建项目呢全部停工。这是因为咱们国家的粮食供应呢出现了问题，党和国家呢考虑到人民的利益，所以才有指示。我倒是想了想啊，这个粮食问题呢在咱们临县倒没有那么严重。那具体到红旗渠工程呢，咱们就算继续做下去，也不会饿死一个人。林书记，既然咱们临县不存在这个问题，
那咱红旗渠工程就不该停啊！老孙说的对啊，红旗渠不能停，我同意。老徐，你也同意他们呢？我咋就不能同意了？我也同意。哎哎哎，都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中央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执行，但是呢，红旗渠也不能停工。那这不互相矛盾吗？你还又着急，我只是说听我把话说完。百日休整，对吧？只有百日嘛，那100天之后呢？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失去休渠的信心，对吧？咱们就是把现在所有休明渠的民工撤回来，让他们回村百日休整。但是红旗渠的二期工程就是狼牙山隧洞，这是个关键。我呢是想把水生他们那个青年突击队留下来，让他们继续施工。这个想法好，狼牙山隧洞是块硬骨头，青年突击队正好趁着百日休整这段时间全力以赴地打通隧洞，这样工程再开工，红旗渠就只剩下几段明渠，二期工程很快就可以完工了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啊！哎，这好事，我赞同。老林，我提议青年突击队留下来，就不用按照标准补助粮食了，大伙儿放开了吃，差多少县里补多少，管够。好啊。这小伙子们要知道饭管够啊，肯定嗷嗷叫。叫什么叫？我不同意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同意。我这么想的啊，这个咱们所有的决定呢，我一定会向地委汇报的。另外，老林，我还有个想法，咱们不是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吗？能不能组织建筑队外出揽活，帮着解决一下？咱们就趁这个百日休整，组织几个建筑队，这大活不好找。小活还是有的吧？对啊，咱们不光有建筑队，咱们自己生产的那些水泥、石灰、炸药，这些都能卖钱。没错，这俗话说得好，它蚊子腿再细，那也是肉啊，是不是？咱们山里的那些个核桃啊、柿饼啊，都可以搬城里啊，能卖钱卖钱，不能换钱的，咱们就换些旧衣服啊、旧鞋之类的，正好解决咱们休渠民工的废鞋的这个大问题。对对，行，就这么定了啊，散会。而且定什么定啊？啊，你们是定了。你们这么做，地委能同意吗？童坤同志，我认为只要咱们如实汇报情况，地委会同意的。啊，那这样，咱们县委先举手表决一下，同意青年队留在狼牙山隧洞继续施工的，举手。我同意，同意，我同意。我保留意见。我就知道你会保留意见。我保留意见的权利都没有了？有啊。你是县委常委，你当然有这个权利。只要不背后打小报告就行。我既然敢保留意见，还需要打小报告吗？哎，你又不是没打过小报告，我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老孙，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嘛。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。哎，老林，我有个提议啊。你说童坤同志工作能力这么强，外面关系也不少，咱们组织建筑队外出揽活，为红旗渠筹集资金这个事儿，能不能交给他负责？老李。你别说，李县长这个提议非常好，交际这个事儿谁也比不上童坤同志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辛苦了啊！我同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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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同意，很好。你们这是排除异己。哎，童书记，我们是集体的决议。哎，老童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先这样吧，啊，散会，啊，散会。老高啊，林杰同志性格非常固执，以他的脾气，临县县委能不能坚决执行百日休整，我表示怀疑。要不然我安排一下。怎么安排？给童坤同志加点担子。不听，大家都别吵了。百日休整是国家的政策啊，休整了以后到时候再干啊，俺们不想听。林书记来。林书记，红旗渠真的要停工？是这样啊，大家伙的心情啊，我非常的理解，但是中央的通知我们必须要执行。林书记，能不能跟上头说说，咱别停工了？百日休整，说白了呢，就三个月，好吧？大家伙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三个月之后，我们红旗渠照样开工，好吧？哎，人领导说的对，回家休整休整也挺好呀。哎，
这么干下去还不把人给累死呢？你上一边去。好了，散了，散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大伙赶紧收拾东西吧！啊，月底之前都下山。对，收拾收拾，下山了。都是天当被子，地当床，两个肩膀一个头，有啥可收拾的呀？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水生，你先别走呢，啊？咋？不是月底前才下山吗？还有三天呢，俺必须留到最后。水生，让你留下就留下，不留，水桶还能再挖进几米呢。走，青年突击队的，再干三天。行了，大家伙赶紧收拾收拾，下山了啊！走吧，快去吧。哦，好，走吧。哎，陆老，林书记，孙总指挥，停工了，我也回去了。好啊，坐我的车，我送你。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，我还想着把这条曲修完呢。不过我也看了。后面也没什么技术难关了，一些小的问题，乔英和水莲也都能做。希望我再回来的时候，是红旗渠通水的那天。好，好，咱们路上聊啊，路上说。走，上车吧。好。师兄，也是，人都走了，心气都卸光了。多干这两下能咋地？慌了，别废话，干活去。俺就说一下。齐尚书。哎，好嘞。齐尚书，齐尚书。齐尚书。我。你咋来了？齐尚书，你忘了，俺不能回去。俺娘说了，张河水引不到咱陵县，就不让俺回去见俺娘。你这小子真不知道福，俺要是你俩早回了。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啊！怎么了？这是，一个个都没精打采的。孙副县长，你们不用再嘱咐了。三天，就三天。俺们多砸一锤是一锤，多干一点是一点。干了。俺们保准下山。水生，俺问你，你们真的想下山吗？不下山又能咋着？那要是青年突击队留下来呢？留下来又能咋着？孙副县长，你说啥？县委决定。红旗渠明确停工，青年突击队留下，继续打通狼牙山隧洞。好，那俺老肚子疼，俺不算突击队的人行不行？水生说，俺还跟着你。水生，县委商量决定，青年突击队粮食不按标准，放开吃管够。是突击队的鬼，俺也不能做逃兵啊，是不是？你就是怕下山没得吃，说啥呢？俺是舍不得你们。行了行了，大家高兴归高兴，但是真要留下来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学生啊，这段时间我跟罗局长不能留在这儿，这山上的事儿就全权交给你和乔英同志。孙副县长，你放心吧。学生，一百天，我给你一百天的时间。一百天后，你要给我一个打通的狼牙山隧洞。俺也要留下。张师傅，咱们这是啥毛病啊？是不是发动机的问题啊？通知他们检查检查。检查，这赶紧看看吧，这可耽误事儿啊！老杜啊，哎，佟副书记，
车坏了。嗨，老毛病，这车又坏了，张师傅正修着呢。哎，董副书记，你这打哪儿来啊？我给县建筑队揽活去了，刚好经过这儿。哦，你们呢？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们这给狼牙山隧洞送粮食去了，顺便给他们捎带点物资。狼牙山隧洞？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车能修好吧？没问题，老师傅修车。好，好。我心向地委于峰高啊。于副书记，我刚从河北联系完业务回来，我发现一个新的问题。红旗渠没有完全停工。什么？没有完全停工？是，狼牙山隧洞还留着人呢，而且粮食局还在往山上送粮食。这个情况地委知道吗？果然是这样。童文同志，你做得很好，地委会采取相应措施的。不过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，查处违反百日休整政策的事情可能要由你来负责。我来？对，我有这个考虑，但是这个事情暂时不要声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老高，怎么样？让我说准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林杰依然是我行我素，红旗渠表面是停工了，但是狼牙山隧洞背地里还在偷偷干着呢。你这个情况属实吗？属实啊。童坤刚刚给我打完电话，他说他亲眼看见县委的人在往山上送粮食。童坤同志在临县县委是少数能坚持党性原则的同志，但是却受到县委其他人的排挤，在外派出差呢。这个林杰怎么搞的？这是他这个错误非常严重，必须坚决制止。我明天就去临县。咱们一块儿去吧，你给临县县委打个电话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老高，我提议咱们地委成立检查组，专门督查红旗渠停工的事儿。同时呢，我提议由童坤同志担任检查组组长。老于啊，有这个必要吗？非常有必要啊，这是阻止林杰同志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唯一办法，我们是在挽救他。好吧。林杰同志，红旗渠是不是没有全部停工啊？只有青年突击队留在了狼牙山隧洞。把青年突击队留在狼牙山隧洞，我们县委是经过讨论以后才决定的。别跟我说这话，你们临县县委还不是你这个书记说了算啊？这不是林书记一个人的决定，是我们整个县委集体讨论决定的。没错，当时县常委会提出表决的时候，我投的赞成票。我们几个也投了赞成票。我当时就不赞成。你呢？我是赞成的。你们的党性原则都去哪儿了？中央要求百日休整，让全国人民休养生息，是因为缺粮，想让全国人民度过缺粮的难关。临县县委是根据实际情况才做此决定的。临县缺粮情况没那么严重，现在不是粮食的问题。林杰同志，红旗渠的情况我已经向省委方书记做了汇报，至于你们县委和你个人犯下的错误该怎么处理，还是听省委的吧。林书记，地委转来省里方书记电话，找高书记。喂，方书记，我老高啊。老高，地委的同志说你和于凤高同志在一起啊。哎，是的，我和于凤高同志都在县委。是解决红旗渠停工的事儿？是啊，没想到红旗渠还留下了一部分人。老高，省委讨论了于凤高同志反映的红旗渠情况。省委的意见
严格执行百日休整的通知，红旗渠全部停工，保人保出。好的，我马上向县委的同志传达省委的指示，告诉县委的同志，眼前的困难会过去的。至于于凤高同志要求省委考虑林杰同志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，省委的意见顾全大局，不拘小节，工作中犯了错误改的就是嘛。这一点你也向于凤高同志通报一声。好的。我能跟方水说两句吗？方书记啊，这个林杰同志非要再跟你说几句，你看，你把电话给他。喂，方书记，我向您汇报一下啊。林杰，不用汇报了，按省委的指示决定，人全部撤下来。方书记，但是我们临县……林杰同志，不要再争了，我们不能无视灾区灾民严重缺粮的严酷事实。如果临县因为红旗渠重蹈覆辙，这个责任，县委、地委、省委，谁都承担不起。省委讨论了红旗渠的情况，留在狼牙山隧洞的民工要全部撤下来。等过了这个困难时期，红旗渠再重新上马。高书记，省委没有其他的指示？哦，省委指示林杰同志工作中是有不足，但是要顾全大局，不拘小节，有了错误不要紧，纠正过来就是了。好吧，我对此保留个人意见。省委对红旗渠的指示都清楚了吧？于副书记，我们临县有临县的特殊情况。别跟我说什么特殊情况，狼牙山隧洞的人全部撤下来。另外，为了监督临县，地委决定成立检查组，暂时调任通坤同志到地委担任检查组组长。根本就听不进去咱们汇报。老林，青年突击队撤下来。我看啊，还是先撤人吧。竟然说咱们是虚夸蛮干。咱们上马红旗渠是县委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，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才决定的，他怎么能说我们是虚夸蛮干呢？他这方书记啊，这么说咱们，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修红旗渠的事儿，他遇到压力了。他是怕万一咱们临县出了事儿，无论是省委还是地委，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老林啊，我觉得，要不就先撤下来吧。你是县委书记，你承担的责任比谁都大。我不想你出事儿。我赞同老孙的意见，我也赞同。老孙什么意见啊？你们就赞同，啊？老孙的意见是怕我出事儿，是不是都忘了？咱们党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实事求是。之所以让红旗渠停工，是怕什么？是怕老百姓没粮食吃，咱们临县闹粮荒。可是咱们都知道啊，咱们临县的储备粮食没有问题的，而且青年突击队就几百人，即便留在山上，非但粮食供应是没问题的，而且咱们呢还能给他们补助粮食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青年突击队啊就留在山上，继续打通狼牙山隧洞。老林啊，你不能冲动啊，你这是因小失大。你是县委书记，出了问题，你出了问题，红旗渠就半途而废了。我出了事儿就半途而废了啊？哎呀，哎，我个人的作用再大，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。修红旗渠那不是我的主意，
那是临县的人民群众他们民心所向，那是临县的人民群众他们渴望的事儿。就算我出事了，我走了，再来一个县委书记，我相信仍然会带着临县人民把这条渠给修通的。啊，好吧，既然你决定这样干了，责任我们一块儿担，起担，一起担。哎，还有个事儿，我跟大家商量一下啊。其实咱们县这个储备粮呢，原来呢是有3000万斤。3000万斤，这么多？不是1000万斤？啊，是我啊，我二老杜，别把这粮食的事儿给声张出去。怎么给我妈还打着埋伏呢？你，我现在不是坦白了吗？啊，这个前一段呢，咱们已经消耗了1000万斤了，现在还剩下2000万斤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这2000万斤咱们肯定是用不完，咱们是不是拿出一部分来支援灾区啊？好提，我赞成，我也赞同。嘿，这事儿干得漂亮！哎，俗话说得好，这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当时咱们修红旗渠的时候，山西方面没少给咱们支持。现在咱们拿点粮食支援灾区，天经地义。那行，这个青年突击队啊，就留在狼牙山隧洞。啊，粮食的事儿，咱们暂时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嗯。林杰的固执我深有体会，你们的任务就是监督红旗渠全部停工。我明白。先和县委接洽一下，这段时间你们是代表地委在临县工作的，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向地委汇报，这是你们的权利。明白。